Hello，嗨，我们又要来介绍这个东西，它这是小条的，我现在今天展示是小条的，然后我们有分大跟小。哎，这个影片啊，上面这个影片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抹布，以前啊，抹布啊，可能只会帮你的碗没有洗干净，现在它会自动洗干净的抹布，而且它不是除了以前用过那种，就是它洗干净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。它用到这么脏哦，影片上这么脏，哦，一般来讲我们可能都丢掉了。可是呢，它可以搓几下，它就可以非常的干净。那它手上啊，它是加了油啊、酱油啊，然后呢，辣椒酱啊，就是我们很难洗的，然后也有的有颜色的，有的酱料是有颜色的，它都可以洗干净。它没有加那个任何的一个清洁剂，或者是漂白都没有，完全都没有加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洗碗的时候啊，就不会有想到说啊，我们会吃进洗碗巾啊，或者是清洁剂呀等等之类的。对，就是再更放心。而且啊，这个都是没有剪辑过，就是纯粹就是纯影片给你们看。它到底有多厉害？你看，它洗了洗几遍之后，它就很干净了。然后我在这边啊，需要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是你们在用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把它弄湿，就是水用湿之后弄，然后呢稍微干一下，再进行使用。然后呢，它使用的时候呢就很简单，好，就是洗碗的时候，非常遇到油的时候，也它就是这样像洗碗一样这么简单。它最主要就是你一定要用湿，然后现在这个啊，这影片更夸张。我这个啊是用我们家的抽油烟机的掉下来那个油，那个油应该够难洗的吧？我现在就来挑战说，哎，这个油啊到底会有多好用？这个抹布啊，这个抹布到底会有多好用？一般来讲啊，很少人会敢做这种实验。这种实验呢，因为我就想说，它既然这么好用了，那我就更大胆的，没有人测试这个实验，好，没有人完全测。然后我现在啊，我手上很黏哦，我当下在做测试的时候，真的超黏的，整个黏糊糊的。你们可以去自己去拿抽油烟机起来，那个就像那个，你们有吃过那个啥，很浓稠的那个麦芽糖嘛，就拉起来就像麦芽糖，或者是。膏状的，甚至比膏状还要膏状。然后你们看哦，你们慢慢看，就诶，慢慢的颜色啊什么的，它就会溶解在水面里面了。对，它慢慢溶解在水里面了。然后你看我就是整个那个水啊，它就会一慢慢的，你们有看到我整个那个水都越来越清澈。你会看见它越来越清澈，然后一直一直。可是我强调一点，我是有用热水哦，我有用热水慢慢的让它一直。如果你真的很油，像我这么很重油的，那一定要用热水，一定要用热水，好、哦，让它加速的把它代谢掉。那如果今天啊，只是一般洗碗，然后只是清油的哈、哦、一部分，用清水就可以，冷水就可以了，冷水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。你没有发现它的整个干净度啊，完成了大概70%-80%的，对，它完成了70%-80%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很夸张！哎，再给你们看，哦，那我觉得还不够干净，所以呢，我再清洗了一遍，我再一直用水一直搓，可是呢，它已经可以到达说你还可以重复使用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抹布啊，我觉得它超厉害的，它不止说它可以。帮你的碗洗干净，连它自己抹布完，它自己也洗干净了，这个真的超强的。然后我们有分大跟小，好、哦，我们有分大跟小，大呢
大就是30公分，然后小25公分。这个还可以拿来当擦桌子啊，擦灰尘啊，哦，擦个人都可以。然后大小，这是小条的，我现在展示的这是小条的，比较小一点，比较小一点。然后你看，这就差不多都完全洗干净，跟刚刚擦很多，刚刚就像要丢掉了。那底部，底部一样哈，我们把它稍微磨掉，你看就洗就，然后它就扒在那个抹布上面，所以它真的很好用。如果你们有机会的人，给我一个机会。如果说你们真的不好用，你再退还给我也没有关系，我愿意接受退费，哈，退款退费都 OK 哈，退款退费都 OK。这个真的很好用，这真的很好用。我这几次试用下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东西啊，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，而且我自己测试过了，真的，哎，真的很好用，很赞。然后我抹布这样子轻轻的，这几下就干净了，这几下就干净，不会像以前啊，你可能在用。你在用那个抹布的时候，你可能还要用清洁剂把抹布洗，没有，它自动的，它就可以用清水就可以洗干净了，超干净。然后现在展示的、啊、这个用的是大条的，然后手上这个是小条的、哦、然后它有分黄色、蓝色、绿色，然后我们是随机哦，我们是随机。那如果今天说你想要某个颜色，你可以帮我备注说我想要四条不一样的颜色，或者说我要均分什么颜色都可以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大家真的可以买起来，这真的可以买起来。好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我那时候当时候啊，在使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这个，你看我还需要用这个，还需要用那个清洁剂，这个还需要用清洁，这它才洗得掉，这个完全都不用，对不对？啊、掉下来了，对，掉下来，我顺便把那个它洗一洗。就是做影片，可能就是我就是一个没有剪辑啊，就是完全那个露给大家看的，哎，那个，然后我就顺便把都可以洗，然后顺便把它洗干净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跟你来，然后大条的是30×30，小条是25×25，就看大家的使用。好，然后大条是30块，是真的可以洗干净，而且我们这个影片一镜到底让大家看。然后现在呢？现在我看一下哦。对，我们现在要来用水，你看，它水是可以吸掉的哦，它水可以吸掉一半，它水可以吸掉一半，哎，还是很干净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它就是有好几个颜色，然后擦什么都很流利啦，很利索哦。他们讲的很利索，很干净，很整齐。它吸水也没有问题，吸水的、啊，然后有黄色、蓝色、粉色、绿色，哎，黄色、蓝色、粉色、绿色让你选，有大条跟小条，对，大条跟小条。如果你们有喜欢的人，可以直接下单，这个真的非常好用。然后接下来啊，它这个就是使用一个，这个就使用一个，现在开始它就是用一条。干净的，然后呢加油啊，直接给你们看，它是加油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老干妈，他们的老干妈，再来是麻酱，哦，再来是老抽、陈抽，哦，哇，是这样子有带颜色的，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洗，然后也不会很开心，但是呢，放心哦，放心。它是真的可以洗掉的，就是你买回去之后，你用了几下，你就觉得哇，这个超神奇，怎么那么好用？你们就拿一条回去测试，你就是用，你也甚至啊，你也可以帮我测试说，这欧气味那种油啊，那汽油的那油到底能不能洗掉，也是可以测试。对，我下次啊，我来测试说汽油那黑机油到底可不可以？对，因为我测试了那个。割的像麦芽糖都可以的，那应该这个也是可以。所以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吼，大家可以测试看看，说，哎，这个到底好不好用？然后这个啊，就是一条，就大条30块，小条的是25块。对，这个是最新商品。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呢？来，我跟大家介绍哈，这是用那个木质纤维，好，它是有特殊的，一般的抹布是做不到的。特殊的
材质、哦、它叫木质纤维的洗碗巾，它叫木质纤维的洗碗巾，它可以洗很多的油污啦，这我有讲过这一上面，然后不易滋生细菌，我把它的产品介绍跟大家讲，然后呢它用法就是要跟毛巾一样要把它打湿啊齁，然后不可以用干的哦，然后可以洗碗啊，擦家具啊，擦玻璃都是 OK 的哦，都是 OK 的。然后这影片上面啊，就是直接给大家看，整个告诉你说，哦，这个就是这么好用，哦，这就是这么好用。所以啊，赶快下单，你们喜欢的人赶快，这个真的很好用。我已经很多人，哎，谢谢大家，已经因为这个影片啊，我为什么一直推？我就想说。这么好用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推给大家，好、哦，一定要推给大家用看看。这个抹布真的很好用，好、哦，这个是小条的，这小条的，对我有时候会我分享大条，然后今天是小条的，对，小条就这么小条，小条就是像来，我比一下，宝特瓶，哈、哦，大概宝特瓶那么大，哦、它的大小大概宝特瓶这么大，高度都像宝特瓶这么大。喜欢的可以直接下单 ，OK。